在初定中原的凯歌声中，摄政王多尔衮以八旗禁旅为国家根本所系，应如恩爱养为由，与顺治元年颁布了圈地令。此令规定，前朝遗留工地、藩田以及京畿周边荒芜之地均可圈占，圈地之风随即在全国蔓延。 大江南北，无论有主无主的民田属地，被随意侵吞，策马圈占；投冲者消极其下，沦为奴隶；抗争者拘捕下狱，论罪施行。十余年来，尽管朝廷已两次行文禁止圈地令，但此风屡禁不止。 明珠啊，近日河南、直隶、六百里加急送来的有关违禁圈地的奏报，朕已经看过了，情况紧急啊。山西的情况更为严重，你需亲自派人速去山西。回皇上，奴才已将于国柱、伯伦等三人安排在殿外恭候，那就让他们赶紧动身吧。 这，你们三个即刻动身，赶往山西。这。 这马有所不及，但是我的弓箭是无所不及。千总佛郎，传本守备命令：北起赤涧岭，赶至红罗沟，百里北川和沿岸所有河滩肥地，民田熟地一律圈占，大地为旗。奴才遵命。另外，凡投冲者，消极为奴，违抗者，格杀勿论。快点！ 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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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口村，其他人跟我去莱普村。叫叫莱普村。叫叫叫赶紧带着你的妹妹到莱布村去找于成龙，你于大哥。爹，你跟我们一起走。爹不能走，爹要看着咱的老宅子，还有咱的一百多亩地呀。你跟我们一起走。哎呀，爹不能走啊。你跟我们一起走吧。你怎么就听不懂爹说的话呢？失去豺狼，抢了我们的田，害死我们的孩子，反正是个死，今天和你们拼了！你们这些乡野草民，都给我抓起来！外面现在不是哭的时候，快跟我走！快跟我走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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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嘿！哎！哎！当朝百官切，神州在我，听好好爹，快点，赶快告诉乡亲们。把戈壁川口村的地给全占了，现在正带着兵马来我们莱普村打
家快逃啊！你把韦正一德究竟是何意，讲给大家听听。是，先生。韦正以德，正者正也。孩儿齐全地了。好了，成龙大哥，成龙大哥，好了，成龙哥。正，乃法令，正人之不正常。正人必先正己，纲纪法度持守于上，然后立法以正天下。成龙哥，不好了，卡尔奇圈占了川口村的地，现在要来我们莱谷村圈占我们的地。岳父，不，先生，你们哪儿都别去，就跟孩子们躲在书院里。姐夫，姐夫，陈龙哥，姐，几年前啊，太原府和分州府的好地肥地已经被他们圈去了不少。今天有您守卫卡尔奇啊，又来抢我们的地。成龙，大伙都到齐了，该怎么办？你说吧。莱谷村的父老乡亲们，刚才柱子说，永宁守卫卡尔奇已经带着人马，把川口村的地全部圈占了。我想过不了多久，卡尔奇就会带着人马，来圈我们莱谷村的地。土地是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，是我们庄户人的命根子，是我们的活路，也是我们庄户人的家园。现在。所有的女人和孩子们都回家去，好好在家待着，不许出来。老少爷们儿们拿着家伙，我们一起去保护我们的土地，保护家园，保护土地，保护土地，保护家园，时间，一个男人都没回来，河滩地那边啊，怕是怎么了了？怕是那些男人呢，跟那些个坏了良心的狗东西打起来了。那可咋办呀？那些人手里都有刀有枪的，这村里男人什么都没有，怎么能打得过人家呢？啊，娘，这回又是成龙带的头。哎呀，这次可不光是成龙一个人。咱们村所有能动弹的男人都下了那河滩地了，你说要是咱们没有了土地，可怎么活呀？娘，我是怕成龙会出啥事儿。
先生，出那么大事儿，我有点放心不下，我想去看看。这不关你的事儿，回去坐下。叔叔，我想去看看我姐和我姐夫。回去。玉莲，玉兰跟上，玉大娘，玉大娘，有人来了，娘，走。几人？大娘，大娘，嫂子，我给你们带来两位你们家的故交。玉林，玉兰。大娘，你们是十里文的孩子。哎呀，孩子，快起，快起来。你们这是？卡尔奇的骑兵把我们村子里的地都占了，房子、粮食都抢光了，我爹也被他们给杀死了。杀？你爹让他们给杀了？大娘，我先去河滩看看成龙他们。行，你快去吧。哎，有什么信儿，告诉大娘一声啊。知道了。孩子，你们也别难过了。大娘这儿就是你们的家，走，跟大娘回家洗把脸去啊！走，快快先进屋。手的家伙都拿好喽。大伙儿，来，你看，莱布村的地是不是比川口村的好多了？是啊，我们全把他们给圈了。得，把莱布村的地圈了。是。咱不能眼睁睁看他们把地都圈了呀！在我们的土地里插满了圈地器，这是一种强盗的行为。可是，如果我们一时冲动，硬冲上去，无疑是以卵击石，眨眼之间就会断送性命。虽然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，可是，只要他们敢在我们的地里插圈地器，我们就敢拔起，先让他们圈。成龙说的对。他们能插多少，我们就拔多少。好，都给他拔了，拔多少？指挥大人，你说这莱卜村这么大的地方，怎么一个人影都没有啊？莱卜村的人全是孬种。走，我们去那边去。走，走，撤！乡亲们，乡亲们，
快点跑，不让警察。趁我儿子还在。你去哪儿？你看那还有旗子呢，那太远了，不要去了。呀，别管我。哎，爹，这旗子拔完了，接下来干啥？这些全地旗，全部烧掉。成龙啊！这烧全地旗可是要犯杀头之罪呀，可不敢连累了大家呀。爹，拔旗烧旗都是我一个人带头干的。乡亲们，卡尔琴要杀要剐，由我于成龙一个人担着，不会连累大家。爹，你成龙，要杀要剐，算我一份，算我一个，算我一个，算我一个。查去，哎，回来。骑的骑兵又回来了，乡亲们，上高崖滩，他们的骑兵上不去，跟我走。弓箭手，啊，给我射，射！
射死他们！放箭！箭射不上去，我们人也上不去，怎么办？哼！看来莱普村的村民要比川口村的村民更难对付啊。成龙，卡尔蒂他们来真的了。成龙，你说怎么办吧？乡亲们，我看卡尔奇啊，不光是来圈地的。我们现在马上回到村里去，带着女人、老人和孩子们一块儿到安国寺先躲一躲，走小路，跟我走。走走走走。姐，大娘，姐，大娘，家人，大娘了。他们已经开始杀人了，快跑吧！二爷已经被他们杀了。什么啊？什么？你们赶紧收拾东西吧，我再去告诉别的人家。你们赶紧收拾东西跑吧。家园，咱们收拾东西去吧。走。哎，这位是？哦，他们是川口村石玉林、石玉兰兄妹。哦，成，你们也赶紧跑吧啊！我赶紧去了。走，赶快收拾东西去。走，玉兰，快！叔叔。叔叔，不好了！叔叔，叔叔，叔叔，二爷被他们给杀死了。什么？二爷被他们杀死了？我刚跑到河滩地那边，我就看见卡尔奇的弓箭手把他乱箭给射死了，射死了。叔叔，快跑吧！等他们一进村，不知道他们还能再杀多少人呢。家良，过来，把孩子们都叫出来啊！回村让他们的父母，哦，还有村里的老人和女人，都去安国寺躲起来。好，孩子们出来！孩子们快出来！都出来，快点！叔叔，带他们快走！好，快走，快！走，快点！哎，叔叔，我们走了，你怎么办？快点，走！南武，奴才在。你派人把守这里，莱普村的人一个都不能放他们出去。奴才遵命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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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龙哥，咱们村的堡门已经被卡尔奇的守卫给占领了，咱们怎么办呀？大伙儿，顺着这个沟底，从后山走小路回家，赶紧带上家人上安国寺。好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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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家园，家园，家园，玉兰，于大哥。家人，你回来了。娘呢？娘。哎，成龙。娘。你爹呢？
我爹已经带着大伙儿上安国寺了。哦，玉林，成龙大哥，你们村的情况我已经都知道了。娘，赶紧带着家里人往后山走，上安国寺去躲躲。好，那你呢？我现在到书院去接先生去，你们跟着走。快，好，快走，走，走吧。村的人，我看全都跑光了。怎么会都跑光了呢？奴才想，他们可能早有准备。我就不相信他们跑的一个都不剩。脑窝在，你带人给我仔仔细细的搜，猪圈马厩都不放过。这，去，去。你是这个书院的先生吗？你读过书吗？什么？我读过书吗？我问你读过书吗？卡尔奇，过来牵马。先生问得好，我读过书。那我问你，你都读过什么书？四书、五经，还有宋代你们山西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，我都读过。你居然读过四书五经？可惜，可惜啊！先生什么意思？让你的人把马牵走，这是书院的一言圣景。把马牵走。有救，带着你的人马离开书院。离开？不可能。那碑上刻的是你们书院几百年出的进士和举人吧？最后一个叫于成龙，还有一个叫陈廷敬，
他们都是先生的弟子吧？顺治四年，朝廷就颁布了永刑禁止圈地法，可你们如今还在圈地，你可知道，这是犯罪的行径。犯不犯罪，违不违法，不是先生管的事。今天晚上，我的军队就要住在你的书院里。是。哼。玉兰，你看什么呢？快走啊！哎，离丢包袱的地方越来越远了，我要回去找包袱。找什么包袱？保命要紧，快走！那是爹娘留给咱的念想，爹交代我一定要保管好。山下全是卡尔奇的人，包袱重要，命重要啊！我相信爹娘不会怪咱们的，快走！玉兰，小心点啊！跟上了。行行行。哎。哎呀！哎，大娘。娘。大娘。摔哪儿了？啊！哎，没摔疼吧？不要，大娘，没事，快走吧，快走，没事，来，快走。怎么样？我们在这里守了很久了，卡尔奇的人把书院周围封得死死的，我们根本进不去啊！这可怎么办？邢先生还在书院里呢。无论如何，得想办法把先生从书院里救出来。我们根本就到不了跟前，怎么救先生啊？他们抓了什么人呢？看不清楚，好像是个女的。是玉兰，快点，走！玉兰，看什么看？走！这可怎么办？卡尔奇的兵，卡尔奇的兵来了！先回安古斯，然后再想办法。好。乡亲们都来了吗？那个玉玲、玉兰，还有嘉良，这一路上都没有见到嘉良。嘉良，我爹呢？我爹在哪儿？嘉远，先生被卡尔奇关在书院里。大娘，哎，大娘，哎，大娘，玉兰是不是已经上山了？你看到玉兰了吗？玉林，玉兰没上山。玉林，你先别急，听我说。玉兰呢？他被卡尔奇给抓了，关在永宁书院里。我去救玉兰，
我去救玉兰，我去救玉兰，冷静点，救玉兰，冷静点。武宁书院那是卡尔奇重兵把守，我们都救不了，你都救得了。玉林，白天我们到了书院，根本无法靠近，趁现在天黑，爹，我们再去看看，想办法把先生和玉兰救出来。